我想请你吃小龙虾，这不错啊，这个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吃小龙虾。他们喜欢吃的东西，夏日清补补给芒果西米捞，我芒果过敏，不知道吗？太搞笑，这你不仔细看，以为画六个指头。这是一个眼镜好的意思。我要这个。好，我要这个。西瓜。等姐姐，哎，我要笑死了，好不好笑？五六七，走。我早就听说你把你的教练打伤了，你是真把他弄伤了吗？我就是蹭了一下，蹭了他，因为他不肯戴头套，结果就把他给打眼睛打青了。我又空车，我两轮空车哎。喂，邓姐姐你怎么这么瘦啊？那可不是吗？而且你瘦的像个猴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现在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心疼你，不要那么瘦。现在比我还瘦，好生气。跳车。我终于有。你不拦我啊？我为什么要拦你？因为我知道你不会跳啊。不行。我要跳车。哎呀，不要跳。这里有一堆人对你的预判，你想要看谁的？只能选三个。只能选三个。但是作为你的梦儿急救，我想全部都看。可以。啊，谢谢。你全部都看之前，你最想看哪三个？你帮我选三个吧。看林丹。赵磊。赵磊。因为我喜欢他。好。为什么喜欢他？打拳很帅。好。还有谁？咀嚼。好。为什么没有王菊啊？是不是你坐着了？谢谢。对不起，金格雷，下一个更美丽。好，来吧，举举。Let's dance。赵磊，我该叫哥哥哈，哥哥比我大是吧？他几几年的？对不起，小哥哥，小哥哥，赵磊小哥哥选的是我。超级丹。啊，丹哥，丹哥，你喜欢吃红毛丹吗？啊，丹哥选的是我，谢谢。你知道我们今天得看一下别人怎么？我哦，你知道啊？你知道有这个环节？我知道有这环节。我觉得大部分人都会觉得李斯丹你赢，我输。那你选三个吧，我们可以看三个。你想看谁？女生好了，看看重量级最高的人怎么看待我们两个吧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王菊。李斯丹你？对对对对。他肯定是怕下一次遇到我，所以他希望这一次李斯能够赢。嗯。想看林丹怎么说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在一个拳馆训练，他看我的哦，要看他看过我练过的人怎么会怎么觉得谁会赢啊。看过我打的他应该觉得我很厉害啊。我偷看一下，基本上所有人全部，哎，不是不是，所有人都是李斯哦，是把所有整本全部看完的那挑，是是，没有，你看都打得挺好的，我选你的纪凌尘、姚琛、孙瑞、孙瑞，我觉得女生里面她打得还不错。对，主要是她在我旁边，我一直给她压力。她看到上次坐在我旁边，我一直跟她说，我打得很厉害啊。好看的。这四个人的期望，去打赢四字妹妹。对，好吧，我们去战斗间吧。好的。